平南社区大学的期末成果展即将要开始，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所以我在这里要邀约一下我们所有现场的社大师生们，以及我们所有现场的好朋友们，麻烦请往舞台前面坐。我们已经有准备了那个座椅，麻烦您请往前面坐，欣赏我们今天晚上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的呈现。那今天是我们106学年第一学期的我们社大的一个毕业典礼，那非常多的老师跟同学们都非常努力的在今天晚上要做呈现，所以我在这边再做一次邀约，还有五分钟我们的节目即将要开始，那我邀请大家，我们都请就在我们的贵宾席，在我们的水舞广场，就您请就坐，欣赏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的呈现。社大师生还有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嗨，晚安。今天是我们平南社区大学106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成果展。那我们今天选在我们恒春镇，应该算是我们的镇中心最热闹的水舞广场，来做我们期末成果展的一个呈现。那社区大学是一个公开的园地，然后我们邀请所有年满十八岁然后以上，这个以上是年龄是没有限定的哦，都希望大家能够来这个地方快乐的学习，然后有所收获。那我们这一学期的学员人数超过了1200位，光是在我们恒春校本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超过了1200位的同学。那等于是说是一个学校1200位的毕业生同时毕业。那今天是我们的毕业典礼，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社大的老师们，你们非常的辛苦哈。除了说我们为期4个月18周的辛苦的教学之外，那在今天我们还要做一个成果的分享，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欣赏到大家在学习方面的一个进步。在这里真的要非常谢谢社大的老师们，那也要谢谢我们社大的学员们，你们在努力了18周4个月之后，那今天晚上来到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做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开始，那在节目要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上场哈是由音响这个地方上场，从这边，也就是我的右手边，从这边下场，然后从这边下场，然后我们的更衣室还有我们的舞台准备区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背景的后面。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哈，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布景，那这个布景是我们所有本学期社大的班级，那你有送相片的，那我们都全部都会放在我们的布景当中。哎，你的学习努力让大家都能够看到。那有些班级他有送相片，不好意思，可能是我们的疏漏，结果没有放上去，就比方说像我们景雀老师的插花班，但是我们插花班的美丽也是不会让大家忽视掉的。那今天插花班他们的静态作品就完全放在我们的舞台前面呈现给大家，这是我们舞台非常棒的一个布景哦。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节目了哈，第一个动态节目。那这两位搭档呢算是我们的一个社大的开场秀，那这两位他们的关系是师生，林龙璇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艺画
那现在艺化他从一个优秀的学生，他现在也变成了社大的老师了，带领的是我们的拉丁优雅初级班的一个班级。那现在我们就先邀请这两位师生党为我们精彩的一个开场社大开场秀，来，请掌声欢迎他们。You can call me